由炎亚纶饰演死去的男主角，汪东城则饰演女主角。安全 Melody 男男主 Action， 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回忆。每次我只要想到我看东升幼幼台教我的捏泥巴，就想到我跟你一起在捏泥巴捏泥巴捏你的爸爸捏你的妈。现在是七月，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跟我一起捏泥巴。没想到你一直还惦记着我。怎么会有曾经他跟我一起没有我的那种感觉呢？一定是错觉。不是错觉，我会一直爱着你，一直守护着你。阿言，阿言，你回来了吗？阿东，你有听到我吗？我没有听到，只是觉得好像背后凉凉，有被鬼压的感觉。是你回来了吗？阿言，你过得好吗？在那边不可以组新的团体哦。我快回去了，快关上门了。那我们可以一起重温《第六感生死恋》的主题曲吗？哦，当然可以，跟着我一起捏泥巴吧。好。My love, my darling, I'm hunger for. 怎么没有人喊他？有了。还要演多久啊？好久。不错不错，就好像两个帅哥感觉比较不会奇怪。有没有看到这个所谓的戏剧就是要冲突感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很棒的。哎，助教，哪一对演最好？我刚没看到。他那么辛苦，那么闲，没有看到。你在那里也那么闲湿，你旁边玩就算，还玩到跌倒，你还说没看到？以后要认真看，对，好吧？我是在笑声。好，两位回去啊。第二段我们要表演的是。